昨天那个号已经打上无敌战神了，所以说现在又开始打新的号了。现在这个号的段位是超级王牌71分，还差29分就可以升到王牌一星了。紧张刺激的渡劫局又要开始了，一颗手雷拿下了本场的第一个淘汰。235方向有枪声，可以过去看一下。果然有人，好像是个人机，不是人机是真人，没有秒掉有点可惜。哦，帅！前方有危险。从桥上下来一个人，看他往这边跑步，还进来了。他不动了，有脚步。哎，这个人是不是成毅刚才用 AWM 狙死的那个人啊？感觉衣服有点似曾相识。又来一个，看他漏不漏，不漏的话那就拔雷。还好在拔雷的过程中换了个位置，要不然他丢的这颗手雷很有可能就把成毅给炸死了。哇，这人听音辨位挺准的呀，不知道有没有炸到他。他跑到墙角去了，打不到。哎，怎么还掉下来了？利用蹦床再跳上去。对不准。哎呦，差点接到他一颗手雷。Nice， 265方向怎么又有枪声？人在哪？那是个盒子吧？看见了 ，Nice， 中科燃烧瓶把他给补了。恭喜小队一举夺魁，成功六杀，成为本场的首位淘汰王。桥上又来人了，能炸死不？看他下不下来，不下来吗？脚步听起来这么急促，竟然不下来，继续拔雷，下来了，这个人的身法看起来挺秀的，可惜就是没打过。现在新成员里已经没有人了，开指纹飞机去寻找其他人上。哇，这么多车皮，号主真有钱。这里有个空投，看会不会有人捡。来人了，哇，一枪没中。仓库里有人，右边也来车了，小心被撞，躲一下。好家伙，低分段的人真的是连命都不要的，死活都要把人撞下来。这波真的是差一点就死了。封壳岩防止山的人打自己，然后拔雷，看能不能把仓库的人给他炸死。哦，差一枪就差一枪了。这波成毅的身法好秀，在腰射的过程中向左一个小跳跃，敌人跟枪就跟不过来了。我觉得这个身法是可以学习一下的。加油站有人，是在楼顶吗？没有吧？哎，看见了，帅气！继续继续，王牌局打的就是一个自信。老六，战神，前面树后还有一个，下车打。这个反向大跳，敌人确实是反应不过来啊！继续继续，这个敌人是在等诚意吗？继续继续，都已经13杀了，现在场上还有21名敌人，也不知道这把诚意能杀几个，有狙。
帅呀！身后有人，那感觉还在，不过去莽了他吗？这口气能忍。风格炎，小心后背有人。这个人还挺能跑的，要是刚才没有把那把 M200 狙击枪丢了就好了。太难受了，敌人根本都不带漏的。开车莽他，好像也不用莽，这个人是没有车的，开车来到反包后，然后封个烟，防止背后被人偷。在他进圈的时候，直接打个伏击就好了。这不应该是断出了吧？差点把自己给害死。15杀到手，杀完之后开车进圈，感觉这把成友有望突破20杀呀。厕所有人吗？没有，围绕着圈边找人杀，大部分的老六都在圈边待着呢。哎，看到一个从堵外跑进来的红色轿车，他信号值很有可能是不满的，可以注意一下。换位射击，这个人反应好快啊，看着也是个小高手。填完包之后开了进圈，现在场上还有5名敌人，感觉20杀有点困难，还被堵倒了一个。掉人掉得好快呀，别再掉了，别再掉了，还是有一定机会的，还是有一定机会20杀的。希望刚才堵倒的那个人没有被堵死，他能自救起来。这人有点难找啊，完了完了，堵死了。现在场上就剩最后的4个敌人了，如果4个敌人全部杀光的话，那才有机会突破20杀。防区跟人打起来了，完了完了，20杀没希望了，突然之间就剩下2个人了。这厕所里边怎么还有一个呀？哎呦呦呦，这个人枪法好准，还好敌人救了陈宇一命，现在就剩最后一个了，喝个冰茶然后做最后对决吧。衣服都脱了，看这是要伏地了，能把这个人给他溜死吗？敌人也封烟了，仓库有个角落是在圈的吧，还是不在？看这个人出来不出来，出来的话就可以把他溜死。烟都散了还不出来啊？要缩圈了，应该要出来了吧。这怎么还帮敌人封了个烟雾弹呀？他在那个拐角处，确实是有个角落在圈的，帅气！17杀吃鸡，成功拿下，看加了多少分 ？MVP！ 这云包听起来怎么感觉怪怪的？双人首战加了46分，成功晋级到王牌一线。